买了点猪肉，还有一个豆腐泡，等下炒一下。米肉给它先飘出来。回肉先下去炸一下油，这个油太多了，给它倒一点进来。蒜头炒香一下，臭肉加进去，加入一勺盐。把这个豆腐加进去，再加一点，盖住。等一下再炒一个麦菜，我们家麦菜又可以吃了。香菜也切一点下去，最近香菜长得好大了，有点老了。好吃吗？没好吃。以前差不多嘛，现在没人呢，管得没人。楼南面开靠一点是吧？老百姓都会的哟。你对吧？他不会种。